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墨子、孙子、韩非子。小朋友，朱子叫你起床啦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The superior man is always calm and at ease. The small man is always fretting. 这句话出自《论语·述而》，其中“坦荡荡”的含义是胸襟开朗、心地纯洁；“长戚戚”的含义是心中忧虑。全句的意思是：君子襟怀坦白，舒畅宽广。小人患得患失，忧心忡忡。我讨厌亮亮。怎么了，天天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今天我买了一个新本子，亮亮想要看看，我就给他了，但他把本子弄脏了。就因为这个就开始记恨亮亮了？谁让他把我的本子弄脏的？天天呀，把胸怀放宽一些嘛，就好比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？意思是说，君子胸怀坦白，舒畅宽广，小人呢，则患得患失，斤斤计较。本子脏了可以擦一下嘛，不要那么斤斤计较。再说亮亮那也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了，多多，我已经原谅亮亮了。天天，我们今天学习了什么？快跟大家说一说吧。今天我们学习了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这句话，意思是说君子襟怀坦白，舒畅宽广，小人患得患失，忧心忡忡。希望小朋友们能够像君子一样有大胸怀，不要斤斤计较。小朋友，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让中华文明先贤的智慧之声伴随你成长的每一天，明天见。